我的英文坏坏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我就讲了，我之前那个我现实的第一任女友，就是我那个，看这傻小，丑欸，不行，我不能忍受，我拒绝，怎么会那么丑啊？啊！无限水源，那这样是不是？啊！逼我喝牛奶哦、喔！哦、这里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啊，海龟你怎么游过来了？哎、欸，不是之前是搁浅的。哦，那我当时那个整理沙那个海边整理得很辛苦，要让它就是有那种梯形的感觉哦。麻烦，那时候在 ATM 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录音，真的是可惜。My English is very bore 啊，怎么念 bore 呢？你们现在是在秀下限吗？牛奶？啊，你英文不是很强啊？啊，不是很强？我比较吓到是空语的英文程度也很强，我想说啊，应该没有说到盖墙嘛，然后我看，好强哦！那时候第一时间帮我在那边翻译，帮忙我回答问题。我想说，感谢你们的回答，可是我是怕聊天室被吃留言。我想说，我的印象里面就是香港人英文都很好呢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这样子有点太不尊重你们了，因为在我的印象中，香港人英文就是很好。这样是不是不对？我是不是灌输那种传统的观念还是什么的？我已经绑死了，这观念是绑死的。我英文最烂，没有啦，没有人英文比我烂好吗？英文比我烂的人真的是要检讨了呢，对不对，小鱼？我更关我屁事哦！还是我要学 Bobo 讲话？哦，团，那要我北来之类的。我音可以学得不像，可是我语气可以学得很像啊。嗯，后团。然后团团就说：“哈，攻杀。”哎，对，就是这里，把这一块再修掉。香港的教育跟台湾差蛮多的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印象里面，香港人的英文真的都很强啊。然后就一个香港人，整天最爱嘴，就是喜欢嘴我，然后每天都说我这么爱你，怎么可能嘴的，怎么舍得嘴你？然后说我靠，你为什么要凶我？然后就骂我低能。
哎呀，那个骂我低能的香港人，今天说你右边又在乱花钱，乱买星星，你要不要晚点去处理一下？哎、欸，如果我好像看我们昨天有讲了一样，就是像我昨天不是有讲说，如果那个该开台的时间没开台，只是我睡死或是再怎样的嘛，对吧、啊？像今天下午的台就是，你原则上应该是睡死了，或是还在剪片的阶段，就剪完片然后就开台了。啊，如果没有开台，就是不要想太多，嘿。阿嬷可能只是睡着了而已，不用担心，阿嬷只是睡着了，不要想太多哈。我睡觉啦。可以捞猫奶吗？等下发现我的手就开始在狂抖，没事，那只是我的提神饮料的作用发作了，不然就是我家太冷，没事没事，只是我家冷而已，不是我手很抖什么之类的，而且我手抖是大家应该都要知道的事情啊。那天在玩那个摇摆猴子的时候，你会可见我的手有多抖了。玩那种平衡游戏，我真的会很紧张，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候紧张，我手可以多抖了。哎、欸，干，我好像真的有机会把这个填起来，把三个移平哎、欸。这样子。搞不好我真的还有一些些动力可以玩这个游戏多玩一点呢、欸，只是最近等《魔物猎人》吧，《魔物猎人》的那只龙猎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可以换游戏了，就可以回来这个了。就是拼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干嘛？挡屁挡！干嘛？抢劫啊！有空要下去把地方擦亮一。二三四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
我发现上英文课老师讲的都听得懂，考试，不是很多单字都看得懂，可是他们拼在一起就看不懂了嘛。我看得懂这是 A 啊，看得懂这是 B 啊，看得懂这是 O 啊，怎么他们连在一起我就看不懂了，对吧？牛牛啊，牛牛！啊，那只牛嘞？我在这里。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哦，很多人是不是可以删人家好友，但是自己不能被删好友这种想法？然后，因为最近看到一个很早以前认识的人，算粉丝吧，然后就是有看到有人分享，然后标记他。后来我想奇怪，这大头贴很眼熟诶，不是他吧？然后点下来看，诶，是诶，然后发现说已经没有好友了，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是想说，好吧，就。人家决定说不想要好友就好了，好，那就算了吧。哎，别看我这样子哦，还蛮多人喜欢删我好友的哦。你觉得有我这个好友有跟没有一样，没差。当时加好友不知道是礼貌在什么鬼，然后后面删掉就不知道又是不爽什么鬼。可能就是那小孩子长大了，对实况圈淡出了，这样子。OK，烈焰棒棒，有补狗啦，没有，有狗，还是很够。等一下哦，不是啊，杀人爆啦！好，至少凿子杀人可以再放进去了。也是，我也是这样子，或是觉得没有什么感觉。对啊，搞不好哪天你就把我好友删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意外了。我是觉得，反正我一开始会很在意啦，那就后面真的是习惯了。就想说，好啦，反正就是人总会长大嘛，对一些事物感觉可能就是已经无有又感觉是怎么讲，没有以前的热情了。我就跟他小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啦。我要这样摆啊，好，就觉得好没关系，因为已经看开太多了。那以前是看到很多都是说，什么最近想删好友啦，然后像什么要删掉一些不熟。或者是不认识的，或是没印象的那样子，然后想说，哦，好，那我想说在下面留言说好，拜拜，这种话，
啊，有一次我真的很白目，是去回拜拜哦。他说我怎么可能会三番心大大嘞这样子啊？就那个好友现在还是存在着。那还有很多就是看都没看，那种说反正应该也删不到，我就不去留言还是什么的。对，没错，那个我还是活着，还是没有删到我这样子。就又关于真的很早以前有一个人，就是，就是一个已经都已经，我那时候讲了，他已经19岁，还在念高三呢、啊。然后就身边怪怪的朋友很多啊，然后就开始在私下炮轰我啊，啊炮轰我就是一直在跟着起哄的人也很多啊。然后一起哄起来，就是全部都在聊天室，不是留言区那边狂骂狂飙，就说什么我只回复女生讯息啊，然后还有什么，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好，不要说我今天回复人家讯息好了，我今天现在看聊天室。啊，什么？其他人都打安安，繁星你好，繁星什么啦？我都回安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像空宇今天一直狂回喵喵喵喵喵，我是在喵他小啊，我要怎么回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那个人就很北七，从头到尾就只在那边喵喵你。你第一天、第二天喵就算了，你是整从头到尾，我开台一个月，你开台喵一个月了，我知道怎么回。然后于是他就退订我这样子，那个啊 YT 订阅而已啦。然后就在那边说什么，反正不缺我一个订阅，你还是什么什么，就在那边嘛。然后就有人不知情的，因为 po 文的人一定是最大啊，然后就会那么掩盖一些很多对自己不利的东西。对不对？就真的不知道他喵他小啊，而且一个大一高中生，大一年级的高中生，那么狂喵。没有想引战啊，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啦。哎，我怎么还没放船？啊，这边地也要整了，哇，好多地方要。Surprise! What the fuck? 哎、欸，48分了哎、欸，再整一下好了。本来已经没有在用 FB， 我也叫主动回来。哦，对啊，有几个是真的都说没有在用 FB 了哎、欸。啊，我也很感谢你们愿意再载回来、装回来、找回密码回来这样子。不然我也讲啦，我其实在这边开台开得很驚驚啊，也就是知道 FB。比较少人看，然后不是少人看啊 ，FB 用的人比较少，然后就是很怕，因为大家都习惯 Twitch 跟 YT， 而反而在这边以前 Twitch YT 的人真的都不见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请告诉我，他们是还活着吗？还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？我现在好担心他们哦、喔，有看到他们请。请告诉他，教主想他，请把 FB 载回来好吗？这样子，结果还是要铲这座山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那请问我当时在坚持什么，一直不铲山？
没办法、啊，那个而且我也用习惯 FB 了。我的天，这片也太高了吧！为什么星星没提示了？哦，我知道了啦，那时候不是说星星太大声吗？啊，感谢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哦，你们有想要听星星的提示声吗？要听的话，音量很大，所以我没办法调，所以你这样吓不掉，吓不到我。所以感谢，难怪我今天一直没听到。感谢秀的十颗星星，感谢凯兰的不。风间的50颗星星，感谢珍惜的10颗星星你们如果 要吓我或是一起被吓的话，我可以把声音打开啦，像这样子，然后下一个星星的话就会有叮很大声那个叮声。因为昨天其实有人是被声音也被吓到，所以我想说啊，这样子你们会被吓到，想说算了，那就不要一起吓啦，这样子。我用心良苦哦，你看就这个声音，50颗星星，有没有？这声音很大声，怎么差点叫叫凯兰？不是哦，你要知道我最近真的记了太多新观众哎，一堆新观众的名字我记了一大堆耶。感谢生母的200颗星星，你看这声音是不是很大声？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音效会更大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我想说就都先关掉，因为这关掉的东西是我最近才找到的东西。哎呦哎呦，靠背啊，那对不起了，这样子。